主料：平菇100克，豆腐泡100克，墨鱼丸100克。辅料：油、盐1茶匙，鸡精1茶匙，香葱1小把，清水半碗，凤求蚂鲍鱼汁2汤匙。准备时间10分钟内，制作时间10分钟内，平菇泡洗干净，豆腐泡和鱼丸稍冲洗一下，豆腐泡对半切开，香葱洗净，去根须，切葱段，葱白放入炒锅中，放适量的油爆香，加入平菇翻炒，加入鱼丸翻炒，加入豆腐泡翻炒，翻炒均匀，加入2汤匙的鲍鱼汁翻炒均匀，加入盐，加入鸡精翻炒均匀，再加入半碗清水，大火煮沸，盖锅盖焖煮5到8分钟，加入葱段，立刻盛入砂锅里，小火煮约30秒即可，蒸锅端上餐桌食用。烹饪技巧：平菇提前泡洗干净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别忘了按赞哦。